姐姐，你快躲在里面，快点，然后我给你盖上。嗯，乔治，等一下，你要干嘛？哎呀，别废话了，快躲起来。嗯，乔治，你放开我，快放我出去。姐姐，一会儿怪兽来了，我来保护你，你快躲进去吧，然后再把这些彩色的小棍儿给插上。这个插在这里，这个再插在这里。好啦好啦，啊，乔治，你真的能打败怪兽吗？哎呀，姐姐，你相信我，我这就打败他。其实呀，我藏了一盒彩虹豆，我不想给姐姐分享，我来自己偷偷的吃。啊，哎呀，真甜，真好吃。乔治，乔治，他来了没有？哦，姐姐，他来了，怪兽看招，嘿嘿嘿嘿嘿。乔治，你打败怪兽了吗？姐姐还没有，你千万不要出来，我再吃几口啊。